好吧，就在这弄饭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好不好，老板？三爷，不能生火。为什么？万一起了烟火，暴露目标怎么办？我这一路上就没有看到解放军，你是不是太小心了？你小心为好嘛。看什么呀？赶紧整饭！兄弟们，下马！下，下，下。哎，自队长，前面发现有烟火，走，叫。三爷，啊，三爷，翻过前面这座打板，就能出境了。咱们赶紧走吧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等出了境，咱们再好好的吃顿踏实饭。你人家，大哥。大哥，解放军来了！三爷，三爷，这时候不能恋战，我们赶紧跑！弟兄们，给我听着！过境之前，把这伙红军先给我灭了！三爷，你这是三头六臂，赶紧走！我不信他有三头六臂！三爷，给我上！在这次剿匪战斗中，被陆文轩劫走的红血马失踪了。就是他，想跑就跑了吧。王志忠。把人带回去。阿梅，你看，这就是冈仁波齐神山。太壮美了！即便没有人告诉我，在我看到它的那一刻，也会油然地产生敬畏。关于它，有很多的传说。冈仁波齐是八哥草原上的一位英俊青年，他的笛声吸引了一位美丽的牧羊女南木纳尼姑娘，他们十分相爱，结为夫妻。可是有一天，有一个女妖用妖术俘获了冈仁波齐的心，南木纳尼姑娘万念俱灰，化作了一山峰。冈仁波齐醒悟后
百般忏悔向神灵祈求，可都无法使变成山峰的妻子复归。于是，他也化作一雪峰，从此两峰相望遥不可及。悲伤使他们都白了头，两人的泪水化作了马旁拥簇的一壶圣水。阿梅，走了大半天了，没见你吭一声，你在想什么？在我们汉族人的爱情传说里，男人和女人无论经历了多少磨难，最终都会终成眷属，得到一个完美的结局。你刚才说的那个故事虽然美丽，但是却是凄然，让人听了内心久久都不能平静。这就是我们的生活，走吧。来，阿荣，喝点茶啊。阿荣，怎么这么急了？我，中吗？怎么这么急了？赶紧骂人！怎么这么急了？我。一定要坚持住，一定要坚持住，一定要坚持住！我去找乔医生，啊！快去，快去找乔门吧！你一定要坚持住，啊！啊！快去把老爷请来！我走，在路上，走。快点！队长，后面的队长。谢谢的，上了山，下了山，他们还找的怎么样？枪毙！闭嘴！报告，干什么？我憋不住了，我要尿。子正，让他们动啊！卓玛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！阿梅，赶快帮卓玛检查一下。公布，跟我出去准备一些必需的物品。好。阿梅，救救我！疼死了！卓玛，不怕啊！不许说话！这一带你熟悉吗？往前就有三间房了，从那往西一直走，就可以到山南。那你走过吗？走过呀，我大哥派我去买过枪。多吉姐，来，喝点茶。情况不是很好，有早产迹象，而且胎位不正。啊！如果这样的话，只能是做剖腹产了。剖腹产我只看过一次，没有做过。只能是这样了，我给你做助手。公布，卓玛要做手术才能把孩子顺利的取出来，你同意吗？我不同意。如果不做手术的话，大人和孩子都会有危险的。巩布，多耽误一分钟就多一份危险。阿梅，你要相信自己，你行的。别再耽误时间了。不，我不同意。
他想怎么样？他们要把小姐的肚子剖开取孩子。什么？你们能保证卓玛一定没事？卓玛也是我妹妹，我会尽力的。那卓玛的命就交给你们了。罪过呀，大罪过呀！你们给我出去！我绝不允许你们抛开我卓玛的肚子！出去！是，出去呀！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阿爸，公布呀！你呀！这种地儿你即使跑了也出不去，都捆结实。是，陈连长，还认识我吗？仔细看看。陆文轩，你怎么当上土匪了？陈连长，我现在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单独谈谈，下山再说吧。这关系到你妻子乔阿梅的性命。啥？如果一旦下山，你妻子乔阿梅有可能性命不保。你让我们进去，孩子马上就要生了，不可以。让我们进去吧。白马先生，只能这么做了，不然孩子会死在卓玛的肚子里，卓玛也会没命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也是神的旨意。你听我说，剖腹取婴听起来是很危险的，但这种手术在内地很正常。这是阿里，你。可是您就愿意亲眼看到自己的亲生女儿就这么没命吗？来不及了，让我们进去。不行，不行，你让我们进去。不行，别动。阿梅，快进去。如果你想保住卓玛和孩子的命的话，就在这儿等着。说吧，能让我先抽根烟吗？我说你这个事儿还挺多的啊。说吧，看得出来，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。好，那我就实话实说。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军统驻南疆少校主任，商人，不过是我的掩护身份。行了，我都知道。阿梅跟我说过，包括你从他枪口下逃脱的事儿。阿梅最重要的事情却没跟你说。其实乔阿梅是我单线联系的情报员。你说啥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你别激动，我知道你听完之后肯定受不了，但是没办法，这是真的。
现在，你们南疆的公安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。如果我一旦下山，万一我受不了他们的严酷审讯的话，说漏嘴，那可就……可是，如果我不说，他们绝不会知道。我知道，你是想让我放你走，对吗？对。那么，乔阿梅就平安无事了。行，你可以走。果然够义气。那么，我还需要一匹马，还有水和干粮。我看你需要的是这个。你以为我这三岁孩子呢？啊！我现在就把你拉出去毙了。我知道，但是你听我说，为什么乔阿梅和我近在咫尺，他就一枪毙不了我？什么？为什么？演了一场苦肉计。记得你在刚刚进藏的时候，肩膀上为什么被挨了一枪黑枪？枪又是谁打的？消息又是谁走路的？啊！阿梅，为什么在你们最需要的时候，突然就失踪了呢？啊！再有，就是叛逆西林，怎么就无缘无故的被劫了呢？啊？怎么劫得那么恰到好处？为什么最后又出现在乔阿梅手上？这些。池连长，你把我放了，我保证会销声匿迹，永远不会再找乔阿梅的麻烦。我想你总不至于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把你妻子杀了，你见死不救吧？我去你妈的！小公主，您就放心吧，大人孩子都平安。啊，跟进去，快！啊，哈达，诺，莱斯，亚斯奇，哎，哎，阿姨，不对，阿姨，不对，快，阿南祖。阿梅最重要的事情却没跟你说。其实乔阿梅是我单线联系的情报员。什么？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们俩演了一场苦肉计。记得你在刚刚进藏的时候，肩膀上为什么被挨了一枪黑枪？那一枪又是谁打的？消息又是谁走路的？我知道陆文轩这条疯狗是在胡咬，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的供词竟然从此改变了阿美的命运。怎么样，她没事吧？她怀孕了啊！阿美也怀上孩子了。
翻过这座打板，就是下山了。如果这时候你还能放了我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回头，回头看看，刘多深，你再敢胡说八道，我一脚把你踢下去。这，二位请，请，二位请坐。感谢贵军为我阿里地区铲除了土匪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安政委，听说车队长的夫人怀了身孕，嘎布特来道喜。你说什么？怎么？我们的消息有错吗？啊！找我有事儿，乔亚梅同志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你们两口子都是支队的领导，怎么能公开违反支队的规定呢？啊？安政委，我是想，我跟车青云同志来高原上时间已经不短了，我们现在完全适应了高原的气候了，而且我们的体内现在已经产生了对抗高原病的抗体。我们相信，我们能把这种抗体传给我们的孩子。净瞎扯！万一这种抗体传不到孩子身上怎么办？这不给嘎布一借口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。准备一下，马上送你下山。那不行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就不相信了，我们俩在高原上还养活不了一个孩子。绝对不行！不是怎么知道不行？这种情况必须得改变，那从我开始。乔阿梅同志。你太拿这件事情开玩笑了，我告诉你，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。队长，别吵吵，给他个惊喜。幺零九，哎，这儿。队长。你们是不是将一个医用的小盒子交给了一个女同志？有这么回事？这是在我们翻修房屋的时候发现的。还记得那个女同志什么样子吗？嗯，她也是一个解放军，个子不太高，梳两个小辫辫，眼睛大大的。无论我怎么跟她说，她就是不同意。安政委就是让我下山。让我下山生孩子，他那也是为了你好。你想想啊，青云不在，他怎么能担任这个责任呢？我姐姐就是在山上怀孕的，菲菲不是也挺健康的吗？可你姐那是在山下生的孩子。我跟青云早就适应了这里的高原气候，我相信我们俩的孩子将来一定是健康的，一定会适应。理论上呢是行得通，可是阿梅，你得想一想，咱不能冒这个险，对不对？你不是怎么知道不可以啊？你说你每次都磨磨唧唧的，人都去哪儿了？你我得给羊挤完奶，我得过来。你看那么多羊，跑哪儿去？老林长，林长，
队长，咋是你们俩呢？哎呦，我瞅着就他们像你们俩。你去哪儿了？你找你半天了。咋样？挺好，挺好，挺好的啊。哎呦，哎，李队，走吧，司令请咱吃饭呢。何司令啊啊，走。哎，我说你咋这么臭烘烘的味道啊？阳了。据我们所知，你有两个名字，周文佩和陆文轩。周文佩也好，陆文轩也罢，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。生逢乱世，鄙人犹如丧家之犬，这名字又能代表什么呢？这个照片是你吗？你能说说你和乔阿梅的关系吗？听金听金听金，喝酒喝酒喝酒。来，队长。来，何司令。好，何司令。来来。何司令，非常感谢你把我安排到了藏北运输队，当了运输员。说实话，藏北运输队比阿里的条件好多了。可是我还是想回阿里，能不能通融通融啊，司令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阿里你是回不去了，免得民联科找你的麻烦。支队长，今天我借何司令的酒，我也借你一个。那啥，我也复原了，我也回家要娶个媳妇儿。这些年没少跟你惹麻烦，德贵儿在这谢谢你，敬你。好，我干。你谎称乔阿梅是军统的人，企图以此和她的丈夫车青云做交易，是不是这样？长官，不是这样的。陷害革命军人，那是罪上加罪。这个我知道，长官。记忆，我想和车青云做交易，这是事实。那是因为，乔阿梅曾经是我的恋人，是我的女人。出于情分上，我想救她，顺便救她的丈夫。其二，乔阿梅是我们军统的情报人员，这也是事实。呀，嫂子。嫂子，来来来，来吃啊！今天怎么不动筷子呢？啊，光喝酒了。来，没有，我吃着呢。哎呦，嫂子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阿梅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哎，嫂子，哎，你有多少菜？没事，你们吃吧，我还有两个菜啊。你们待会儿就来，让他去忙啊，待会儿就会过来的。青云，今天好像不大对劲儿，啊？没有啊。有什么心事吗？没有。哎，我说，咱们仨是不是该敬司令个酒了啊？对对对，来来来，哎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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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啊啊，干了啊，干。我掐死你！他妈再胡说，我掐死你！哎，队长，我掐死你！队长，队长，咋的了？你刚才差点把你给掐死！没事。队长，你要掐死谁呀？我错了，哥们。啊？队长，你心里是不是有啥事儿啊？
你在山上是不是受啥委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弟兄们都在呢，连长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就是做了个梦，快睡吧。不是，连长，连长，你说。哎呀，我就是做了个梦，快睡吧。他心里一定有事儿，出事儿了。你这好像是整装待发啊！山底下的事都办完了，老婆还在山上呢。你行啊你！啊，公然违反纪律，在山上怀孕，哪有的事儿？安政委给我发来的电报，还没怀孕了，这还能有假吗？我就违反了一回，你看。阿美可以做出这个大胆的决定，可是我可没这个权利。这可是我们家属第一次在山上生孩子。我知道阿美咋想的，我赞成她这样做。这阿里那么大个地儿，我就不信她容不了我们生个孩子。如果这个孩子真能适应阿里的气候，这对我们来说可真是意义重大。我已经指示了安政委，让他一定要确保乔阿美的安全。谢谢司令。有个事儿，我必须要向你汇报。你说，胎心活动很有力啊，以后啊，你要多注意，多活动活动。我会的。青云要是知道了，会尽快赶回来的。何司令啊，已经转告他了，他坚决支持你的决定。我就知道他会同意的。青云，我看你先不要上山了。为啥？这件事我会亲自过问的，在你上山之前，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。司令，这事儿有这么严重？青云，要充分相信组织，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这事儿会搞清楚的。青云，你现在在哪里呀？到山下了吗？小家伙又闹腾的要出来了。我说别急，一定要等着你爸爸回来，让爸爸第一个见到你来到人世间。我也等着你，希望到时候你就在我的身边。司令，王指战，结果怎么样？陆文轩一口咬定乔阿梅是他们的人，这是他的供词，按人之常情，他没有理由捏造事实诬陷乔阿梅呀。相反，出于过去的情分，他应尽量撇清和乔阿梅的关系，使之不要受到牵连。你们打算怎么办？到阿里，对乔阿梅进行调查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，这会刺激乔阿梅的精神，会危及她和孩子的生命安全。司令员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我们这次上山，先不对乔阿梅多说，只要求她配合我们对陆文轩的案子进行调查。我看还是让阿里支队派人送他下山好了，你们就不必去了。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乔阿梅必须在我们的控制之下，如果她去
确属军统人员，无论我们以什么方式让他下山，他都会警觉的。要是我们不亲自上山，就很难确保在下山的路上不发生什么意外。乔阿梅不可能是军统人员。我们也不愿意相信，上次陆文轩逃脱他就没说清楚。司令员，希望你不要用权力来压我们。好吧，但是你们必须确保他下山的安全。我们保证，但还有一个请求。你说。车青云是闻名全疆的进藏英雄，他性格耿直，容易冲动。为了我们的工作不受到干扰，希望他不要在场。好吧，我把他留在山上。谢谢司令员支持。自己开始动手了，我是革命军人家属嘛，给孩子做一件背心怎么样？好看。孩子没有任何高原反应吧？没有，一直好好的。哎，醒了。哎呀，来来来，知道全阿梅阿姨来了吗？梅朵，让全阿姨看看。多好听的名字，梅朵，是梅花的梅吗？是乔阿梅的梅。我要让她记住，是你把她带到这个人世来的。好漂亮的梅朵，长得像妈妈。等你长大了，也一定像妈妈一样美丽，是不是呀？呀，笑了，笑了。哎嘿。马上就好。阿峰，阿峰来了。阿峰，哎呦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，你听说了吗？什么？阿梅在山上怀孕了。什么？阿梅怀孕了？是真的。哎呦，这死丫头，她怎么能够在山上怀孕呢？她真是不要命啊！她，谁说不是呢？我呀，从现在起，开始为阿梅和孩子揪心了。凤姐，凤姐，哎呀，这个给你。什么？哎呦，你想害死我呀？哎呀，凤姐，阿梅是你妹子，离你近，这个摆在你家里，每天为她烧一炷香，可以保佑她们母子平安的，很灵的。拿上，真的很灵。太谢谢了，谢啥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谢谢了，谢谢你们。梅朵没有任何异常情况，很健康。我也一直在琢磨，小艾丽吧，生在山下，长在山下，所以呢，她不能适应阿里这边的气候。如果要是怀在山上，长在山上。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在山上健康的成长，因为他们在娘胎里啊就已经适应了这边的气候，等到他们生出来啊就习惯了。有道理。公布是甘南人，刚来这里的时候也是不适应这里的气候。梅朵的健康，说明这种概率最起码是一半。阿梅啊，你来阿里已经生活过一段时间了。
而青云呢，更是在海拔更高的阿布齐哨所待过。我相信你们会把这种抗体传给你们的孩子的。这样，我就更有信心了。本来乔阿妹在山上怀孕就冒着很大的风险，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，我才让她到山下来生孩子嘛。这在安全上也能够得到保障了。我不放心，你大着肚子，这路又那么难走，我得亲自去接她下来。千云，你放心吧，我配合他们就是了嘛。好吧。在奔腾的浪花里，我是哪一朵？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，那默默奉献的就是